严重的怀疑我老公他教课太认真，跟女学生没有分寸。可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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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本就不想再关心我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婚姻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钱啊，那样子。对啊，超对。前一段还不错。你这个，对啊。我现在看到，哇。被告。怎么了？你穿上了。要不要走秀一下？要不要走秀一下？连法官都想犯案。雨柔。可是今天犯案的是我老公，不是我本人。他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因为我严重的怀疑我老公。他教课太认真，跟女学生没有分寸，而且女学生能穿这样，对不对？女学生能穿多露就穿多露，有比你这个露吗？很多，有的东西都快掉出来了，掉出来。但陈柏露心理麦克是叫做 MMA， 那个叫综合格斗技，那个是有身体肢体的，那是近战固定技，有没有？因为你在教这些就是运动方面的东西，如果你说只是健身，你可能只有器材的问题。可是你知道 MMA 综合格斗，它有很多肢体上的破处啊，或者是要示范怎么跟你在地上做抱在一起，因为当初雨柔会认识老公变夫妻，也是因为你们也是因为抱在一起，就是因为被抱多了，对，有感觉了，他会觉得有。那两个人抱上去底下揪来揪去呢，拍垮啊，对，还有全防守有没有？对呀，腿还要张开，真的夹住，还要跨住这样啊，交叉要勾住勾死交叉，还要把它抬起来，好有画面。那些画面只有在《素女经》里面才有。啊，你们正经的聊，正法，你那讲那些武器。因为我曾经有跟他去教学过，然后就曾经有女生直接当我的面，就我老公在教学的时候，他就哇好酸呢，不行好累啊，就一直有呻吟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本人在旁边看到，他不知道你是师母吗？而且我觉得怪就算，是连同堂的其他学生就是一直回头看我，这样想说你都不会生气吗？你在场，我本人在场，没有哎。他说可以不要做这个动作吗？真的好酸好累，就一直这样子，然后就想说十分钟都算没有，他一个小时都这样在叫。就我连看你这样在模仿，我都觉得好恶心。有罪？不不，我是说那个人。那个对啊，就不行啊，真的不行。那你怀疑他什么？我还怀疑我老公，因为他整天都不在家，他在外面一定是开导女学生，就是失恋方面的问题。哎呦喂！因为我跟你们讲，我老公的作息就是他早上八九点就会出门，可他回到家可能就是晚上九点十点，可是教课不可能整天都在教课，他中间一定有空堂，比方说两三个小时，他就不知道去哪。但我不是一个会去问老公在干嘛的人。对，刚刚好。他曾经被我发现过，就是他就每天在忙着滑手机干嘛？我说你到底忙什么？是有一些公事啊，你不懂，你不要问这样。但就被我看到那个讯息内容，就是女学生传她感情失恋什么，她失恋啊，然后我老公还开导她，跟她分享。开导那不是开导，那叫 open， open girl。啊，不是，你每天有这么多时间在外面，啊，你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跟他见面开口？会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对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哦，是不是有问题？很危险。然后再来，我跟你讲，我怀疑，我非常严重怀疑。我老公对学生就比较温柔，他根本就不想再关心我了。没有没有，这一点你要原谅他，因为学生有交钱，已经到手了，有交无累。然后他娶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想你不用再什么，我知道，不是因为他想省钱。什么？我就知道。你就看那个学生，就动作就不 OK 啊。我平常做他那个动作，他也会说我很不 OK 啊。可是学生在做，他就说你真的很棒，你就是怎么样，很有潜力股，怎么又又撑在那。鼓励学生啊。然后我明明做的比学生还好，就动作都很精准。他说你要这样子打多久？你要浪费时间多久嘛？你学多久了？你现在还在这个程度？他自己还不是上去一分钟就被打昏了？谦哥，九秒。九秒。被 KO 啊 ！KO KO， 不能这样拆老公说。好，既然你心中有疑惑，本席宣布，我们立刻派出特派员收证。Hello， 我是主持人的先生。哦哦，嗨。所以等一下要。不是我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出特派员，这是我们训练的地方。哦，要找这个辣的，好辣嘞！脱了，脱了，脱了，可以脱吗？耳朵。可能是可以帮我们
叹气哦。就是顶着这个，然后往前，对对，背直的。哎呦，哎呦，他有用东西隔开了，有隔开，蛮礼貌的啦。这个 OK， 这个正常，因为他真的要拉他。很正直。哎呦，你的这个脚往这个位置。到目前都还 OK。你的腰，哎，看他是哪，还有哪一个手指？摸摸。但是这个脚就要往前用力，不会动就好了，好吧？九，有点开心。十，有点开心。让女学生开心，自己也渐渐放下戒心。而刘雨柔所提到的一一二二，我们也听到啦。还在一次哦。到底为什么又累又舒服？现在让我们一起还原现场。运动会让人家产生快乐舒服感。幸好只是在打拳，但碰到女学生出大绝，黄玉仁会有什么反应呢？还有大绝。抽到是什么意思？抽到？什么抽到？摸筋吗？摸脚拉筋。看一下，拉一下。哎呦，还后面讲你，说你坏话哎。我也懂啊，大家也知道，他是一个温柔的人，温柔的人。哇，好感动。另一半你知道？我等一下回去了。你要回家吗？我在家等我。小四，让我回家。不是跟我老婆说可以，我可以跟我老婆一起去。我不会私底下跟女学生约，可以啦，君子不会私底下跟大家出去啊。对啊。喂。刚是雨柔打电话的。对啊。他每次都会这样盯着你。不会啊，没有听我。他是给雨柔打电话。不会啊，他讲话就这样。你有觉得不高兴吗？尽量不要了。尽量不要。什么叫尽量？所以他是你男朋友，他是你老婆了。哦。我也觉得你都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要跟他一起共度江南。不对不对，你这渣男！我不告，把我，你怎么会这样怀疑他？真的？怎么突然觉得你这样岂不是很惭愧？来，你这卖主求人家，太罪恶了，雨柔。好坏，怎么会站在这里？雨柔，雨柔。比如来，你可以脱掉没有关系。什么？好吧，无所谓。脱这么好啊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还算蛮对。而且他很专业。对啊，很有自信，很幸福啦。